我希望跟主持人互动。好，世界上有非常多很多自称是特异功能者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大军的，对对对，什么大军？我们 David Blaine 那些大军的，不能伤害，啊，拿东西刺自己，然后不会流血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其实魔术是可以做到。我前几天发现我学了一招还蛮厉害的。好，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，一般可以帮我看一下手上没有？对，完全没有东西。我口袋里面呢有一个，你可以帮我检查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螺丝。哦，许浩平老师那边借来的，是，那都有螺丝吗？有没有任何问题？这蛮新的，好，没有，没有问题。OK， 没有任何问题，好，帮我把它转进去。到。对。转到底吗？差不多。中间。仔细看，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。嗯、是。好，接下来我就你有两只麦克风，是不是？因为我需要一只一个人的手，一只手。一只手。从我的左边。还是我拿麦克风。我帮你换，怎么样？好好好好，仔细看，再急，仔细看，要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要怎么样？我手怎么样？准备，你不会吧？怎样怎样？真的很这个很强哎，我现在想不出来为什么。对，你想你肯定连脑袋想不出来的。好了，掌声给我们小王老师鼓励一下啦。谢谢，好厉害哈。是的，今天呢我们这个比赛将进入我们最后一位压轴的啦，是来自我们实践大学魔术社的彭品文，欢迎。研究魔术才短短4年的彭品文就已经在台湾拿下无数大奖，今天要带来幻影飞歌，就让我们睁大眼睛瞧瞧吧。
专业的看一下。其实我想给一点点建议，我觉得他手法一定很棒，可是可能今天是紧张的关系，所以有一些地方有小小的漏子。但是 anyway， 我觉得小小建议是这样，ending 放完鸽子直接走出来敬礼，我觉得怪怪的，跟他讲几亏也尴尬。好，那所以讲，所以变一只超巨大版的鸽子出来，对对对之类的，譬如说变出一个孔雀之类的。然后，或是说那个，你干脆逼一只鸵鸟出来算了，这个当 ending 够狠吧？嗯，好，那然后再来就是那个，中间有一段有一个黑色的布，上面有一只鸽子嘛。哇哇哇！一线出来马上卷起来，我觉得太快了。如果可以多停个一秒，可能更好。如果不是卷起来，是线出来以后停个一秒，那个鸽子的图案直接不见变成鸽子，而不是再卷回去，可能效果会再更好一点。可以，老师，我看法跟你完全相反的。我觉得那一段鸽子非常漂亮，然后在视觉上看起来，鸽子突然出现，大家只要一看那个图案，然后鸽子的顺序上就棒到变成了鸽子。不是，我是怕大家来不及看到鸽子出现，眼睛要好一点。不是，你要跟我起彩吗？对，真的要打起来，打架要打架。那小红老师觉得，学弟，你今天很紧张哦。对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哦，学弟。对，然后他平常更厉害，就对。对，他今天非常多 miss。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表演不好，已经表演相当不错了，相当精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冠志来带给我们的表演。